现在来为大家出镜，新北光最香的休息室，来吧，大家。我先去吸一下他们队长。你们今天的衣服有什么？神力女超人的一个感觉。神力女超人，他可以摆个神力女超人。他是拿鞭子，你最喜欢的啦啦队是谁？你也太酷了。很久没有出外景了，今天来到哪儿呢？来到新庄体育馆。今天是 P-League 的季后赛 G3 新北国王对战梦想家。我今天本人要上班，我就帮大家做了开场，以后基本上我等下就没有时间可以理各位，所以我今天还是派一个特派员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欢迎373，又是我。每次有这种主持人很忙，就是我，对，我就住旁边啊，很近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住板桥，哎、欸，因为373也算是熟门熟路吧。那是肯定。学姐，你要学。哎呀，学姐好。没有，我今天是以那个书豪的球迷的身份、来看书豪跟探你班。我们今天派了他，他对这里也都非常的熟悉，所以他就会带大家去看看我们平常的主场啊，或者是现在季后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有什么好吃的。没错，我们现在要去拍。拍什么 ？OOTD。那你今天这一组 OOTD 可以跟大家讲述一下。我主要只有要拍这件球衣而已。还没，我刚刚才拆标，有点恶心哦。国王的摄影师就是蛮厉害的。那这个宝哥哈，宝哥跟镜头打个招呼。哎、欸，我们遇到了毛总，毛总跟镜头打个招呼。Hello。廖明星，哟吼。哇哦 ！Yeah yeah，bad boy，bad boy。哦，没有要谢谢，是。等下穿的就是平常的穿着，等下就来看看。情侣装很好笑、哦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就是我姐妹，我姐妹真的很爱学我。你们两个干嘛偷偷穿好？就是姐妹装，是姐妹装。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我这是姐妹装啊。小潘来带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什么好看？就因为看那一个，以为穿一模一样。”因为他看我穿，他学我。我是林书豪的球迷。我是林书豪的。怎样？你有他每件队的球衣吗？我有。你还问我说谁穿的比较好看？没有这话，一定是我。是我。没想到一走进来就看到新北国王的服饰区，怎么办？好喜欢，好想买，穿在身上。我在买。抱歉了，荷包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。我基本上每个都很喜欢啊。哇，这是小朋友的衣服吗？是 Jeremy Lin， 是我最爱的书豪，我可以穿吗？应该会挤肉。我是觉得他们家设计的东西很像潮流品牌的东西，就算是一般球迷或者是我是支持别队的，我都还是会想要买他们的商品。我真的有买这件，回去补照片，因为这件很可爱。然后我就看他们 Queens 穿的时候，自己就很喜欢。就是那个露营的那种保冰袋，很不错耶，很喜欢哎。要装我啤酒，小米酒。我看到一件很厉害的 Kings 女版运动短裤，这一件呢我也有，在这里。这是跟他们跟 Remix 也是一个潮牌，当初就是这个烟熏，我也很喜欢，卖给我一支。老板要帮我结账吗？我们来问看看，老板要结账吗？有幸福喜欢这件吗？哎呦，怎么穿还不错，你看是不是还不错，快。这个真的还不错，我说版型，因为很少会做这种。这是跟 Remix 联名做，那个蝴蝶袖，那肯定是厉害的。好，结账，结账了，结账。我现在要那个预测一下，毋庸置疑，我一定是投给谁？看看我身上穿的谁？我一定是会投给林书伟。要不要？还是投票？你还是没有讲是要预测什么吗？要预测就是谁先投进啊？哦，第
二三得分是二十三分哦。哦，今天是二十三分哎，得第二十三分。对啊，那有得第373分吗？所以，我就是要投给林书豪啊！书豪，书豪得第一，书豪，书豪我胜利。天哪、啊！我居然在那个美食区遇到正妹，精装炸鸡大师的老板娘珍珍，原味珍宝炸鸡。对，他L再加一个金萱乌龙，然后是195，然后他有卖那个球赛一定要吃的饼干，因为打开来吃就很方便，三种口味。我是珍宝，有什么划算一点吗？你的话可以，我的话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我是珍宝，耶、哎 yeah ！这是无糖的，好，谢谢。不会胖，对，啊这个，来球场吃吃喝喝，好开心啦、啊！那、啊、我们还装扭扭蛋，2023-24赛季的 Queens 扭蛋钥匙圈。我通常那个一般赏，我基本上五抽就是可以把 A B 赏带回家。我这边有两抽，我可能曼平或是 Yuki， 不是两抽，他一抽100万，要加持一下 ，Yuki， O N G N A。天哪，廖 Yuki， 你看我真的很会抽，我真的很会抽。有想要抽一般奖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我哟。这是爱尔兰风薯，是我这个人蛮喜欢吃的一间薯条。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就是麦当劳，第二名就是他们家的，真的很好吃。谢谢好店员，他送我一个皇冠。怎么回事？你刚才怎么回事？为大家介绍一下新美国最帅的、最秋条的，你要先跟我解释一下。的汉季里现在在这个 DJ 上，是我们姑娘放肆的频道。我们今天是来探 Yuki 班的，那也太突然了。对啊，主持人汉季里，汉季里，汉季里，可以叫他李明星。啊，这位是 DJ 上。我们两个就是要来看一下我们新庄城堡今天在季后赛有什么不一样。哦，那你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啊，没有觉得我们两个长得特别帅吗？我要跟所有姑娘粉丝先道歉，我这个人样样精通，就篮球不会。我就说我篮球会被挡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哦，有了，太棒了，一颗。哦，老师这样给过吗？不错啦，三分啦，给自己加油打气，往三点气啊。阿三现在来为大家出镜，新北光最香的休息室，来吧大家。我先去吸一下他们队长。你们今天的衣服都是什么？神力女超人的一个。神力女超人，他可以摆个神力女超人姿势。他是拿鞭子，你最喜欢的啦啦队是谁？你也太没公义了！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场支持新北国王跟 New Taipei Queen，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非常认真。我觉得你们今天的舞蹈好像又在更上层楼，现在应该在101楼，现在在101楼，101楼，从来没有在 B 1过。那是谁在 B 1？单骑三，我啦我啦。我们来看一下新北国王的情色教主。的青色教主在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先天条件差别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有一段跟佩莹对阵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同时出去，然后又要很开。他腿很长，他腿比较长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我也希望我们有180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躺着很高。你好，是你哦。再一次华丽的转身，1、2、3，美女，是我吗？呀、yeah! ，紧张，但是我很有把握。呀、yeah! 呀、yeah! ，到底要牙多久？对、啊，剩六分钟，剩六分好紧张啊！哎、欸，小姐，你的衣服嘞？感动啊啊！你要吸啊哈！我是频道主持人。来，哎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别走！不行啊，我等下。就是平常我们这段时间非常忙碌，你看现在练舞的练舞，还在绑头发，还在绑头发，妆都还没补。对，因为我们等下在休息室会先。那我跟你讲，我要给你一个小礼物。你现在很紧张是什么礼物？该不会是那个恐龙吧？你以为我没有在看我们频道哦？谢谢，一抽要有品。哎呀，很厉害！你很厉害，因为那时候这个出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粉丝说他们。
扭了很多个才扭到。我等下结束的时候还要看到他哦，你要不要把我搞丢？我不会把你迷失的。美女，你忙完了吗？第一集，这是国王的特技担当，没事吧？等一下，敬请期待。我跟你讲，他每次都很忙，我会上上下下，他会上上下下，往下走了耶。这边我们的休息室有点有点拥挤，对，有点拥挤，小乱。大家追踪一下 Vivian， Two Patient 的扛把子，曾经拿过 HHI 大赛的那个冠军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佩莹。今天是走一个什么样的风格？就是比较帅气，一定要帅气一点。今天介绍一下我家焦糖。要跟芭比上去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水晶好朋友，同款水晶。我们有不顺的时候，都会去找我们的帅面老师，没错。然后我们就同款，然后他我们戴成好笑。他上场的时候给我戴着这个，请问大家好看吗？我觉得这套还行啊，接下来工作时候不能用戴着，只是说上场的时候就是要漂亮。来转身一下华远。呀，舞蹈总监，他今天的舞蹈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啊，大家很整齐吧，吧，我们很用心啊，尤其是季后赛，所以大家要更卯足全力在做这件事情。对 ，Queen 的一些舞蹈，除了开场以外，一些小舞都是洋洋不觉得。19分了，这造型总监，请问这次造型是理想的吗？队长也有，就是准备这样子，然后这次是神女超人，被我黑，我看一下，我猜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去潜水，这是本日的寿星，让我为你唱首生日快乐歌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嘿嘿，志姐今天的这个舞蹈，再加上你生日，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我生日还要上班？对，大家小绿生日还来上班，你们还不来看球赛，有点辛苦。我真的是就觉得亚雷亚雷，大家赶快去追踪泰雅公主小绿的 IG， 大家 take 她的牙齿，他们刚吃完，他们就说她的牙齿很漂亮，可以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他牙齿绝对是我看过最漂亮的牙齿。你在忙吗？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这位是颖儿。颖儿同学呢，平常就是有在 cosplay， 我最喜欢看他 cosplay 一些的角色，游泳的角色。呀，想解锁更多，就是成员的该去看哦。IG 是什么 ？IG。大家是不是很羡慕我都可以躺在他们的胸膛？只是你的皇冠有点刺。不好意思。加油！上市的频道主持人真的是太想来录这一集了，我要转交主持棒了。大小姐来了，杀她一个猝不及防。大小姐在这里，先拍她，她吓到了。哈，你好，欢迎上班，拜拜。你好，不是我突然间不知道我要干嘛。不是，我刚刚就跟他说我在门口，他也没叫我去哪里，因为我刚拿票，我都是拿完我就上来的。叫我去哪，我都会去哪里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你明明就知道。我们刚刚跟伤心酒店的人呢说我们要来找他，他说他过来就过来，没有看到老板。在哪里？老板嘞？老板嘞？啊，你刚去哪里？看球啊！你刚去看球哦、喔？啊，老板就看一看的，顾店顾镜头，不要一直看球。顾摊位顾到人去看球。老板救我！香尼斯限定特调。老板介绍一下，乌龙果醋跟百香果，对。哦。然后还有腌制过的红星芭乐，无酒精的给你。大家都在喝的。我们我今天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很好喝。你要吃是芭乐，超好吃。是很好吃，嗯，这是我喜欢的。观众们，掌声欢迎今天的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做汉帝肯德利。当然，咱们季后赛为了播放好听音乐的，一个是我们的灵魂人物，第一名李在寿。让我们欢迎新北国王队New Taipei Queen。
请问你要逃去哪里了？啊，你来自己看球。自己来。他的心情如何？很好看。抱歉，我一直坐在那里看球。我姐姐，她是自己买季后赛的票，然后她还给我自己自制了林书豪的板子。Over come。哎，来，还有，哇，好用心，她真的好用心哦。她身上的球衣是用我的扣打买的，她最近的位置都在这里。怎么了？哇，她本人就坐在这儿。哎，我妈也来看球。今天是大家都来探班的日子。没错，我妈说她觉得棒球很无聊，她觉得篮球比较好。篮球比较大颗。因为棒球的球她看不到。今天恭喜新北国王拿下胜利，我们算是探班成功嘛，没有带赛或是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了新北国王看球，耶！探班成功。OK， 今天顺利结束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。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最后，我们是姑娘放肆，拜拜。哎，还有一个礼物，拜拜。老板喝的是有酒精的版本。Of course， 我是成年人。然后，那我来看成年人，我们是未成年。成年人，给我们一个成年的表情。Ando 也是拉拉队，拉酒嘴的拉。对，他以前是辣妹。我现在今天也蛮辣的啊。